呢个人是王勇，他今个月已经杀了三个人，他是一个职业杀手。这个是 Mr. Woodrow。 他是一个主控官，他是负责指控王勇的一个客人。 Mr. Woodrow 有15年的主控经验，王勇有9年的处人死刑的经验。Mr. Woodrow 已婚10年，育有一仔一女。王勇无家庭。勇会在近距离射死 Mr. Woodrow， 这个是他的客人的要求。王勇不会用灭声枪，枪声是对执法的警告，这个也是客人的要求。